1993年认识慈济，跟做慈济的会员到现在。我受赠前哈，我好像没有长大的孩子。受赠后，我觉得我是已经长大了，我要承担。我做副组长，我很惭愧，因为我不会去跟他们讲上来的法，因为我不会表达。有些他们读到很多书的人，我一个没有读到书的，所以对自己啊很没有信心的。921啊，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地震。那一年我回去啊，看到上人很忧心，在讲52间那个希望工程啊，要实际去承担。回来就端午节，我就发愿去做这个粽子，我就找几位老菩萨来帮我。那我做不多，我就做到100多个。卖完了，这样子我就写我的儿子的名字，就希望工程啊捐出去。每一年都这样子去做，他们有发信到要去承担咯，这样子就叫我做咯，做多咯，做5000多、7000多也做过了。那顾客每一年都要吃的，就叫我做咯，这样子我也是做100多200个，这样子卖了我也是捐出去。这样子我的愿呢，我说我要去做了。上人讲的，我们要身体力行啊，就带动。所以我只是去做给他们看，我做什么东西我就亲力亲为去做，我没有说叫他们去做罢了，我没有。人有无限的可能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做什么啊我就很没有信心的。我就是在慈济找到我的信心、毅力跟勇气。